电台节目相当盛行， DJ 与观众的互动让人听了觉得爆笑，例如最近的陈辉文事件。台北李先，我相信是开玩笑的，可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一直打不进来，这是我比较伤脑筋的地方啊。辉文真的没人打。好，真的哦。对啊，一个多月，我以前打一个多月根本打不进来。好，今天连打两周怎么可能啊？你是哪位？我是台北李先生啊。台北李先生。对，就是我啊。广播明星，今天就让我们来爆料吧。今天我们请到了朱卫英、赵婷、Ruby、郑开来、阿国五位在广播界已有多年经历的知名广播 DJ。来谈谈他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趣事吧。进来讲他婚姻不幸福，你也不高兴，不要提这些东西。你说不是我老公多疼我，你看今天是我什么午餐吗？真的有人陪吗？开放 call in 的时候谈邓丽君话题，结果呢，有一个听众刚开始都聊得很好，但后来呢，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就开始骂邓丽君没身材啊，没歌艺啊，对不对？我就我婉转的把他 close 掉，不行了，完蛋了，我不接他，我不让他上线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写信，然后画符咒，你知道吗？然后还寄了一坨干的大便过来。哇，是他自己大的吗？这是我的粉丝团破万的话。我就会穿比基尼主持，我的那主管就很得意，你要穿比基尼吗？嘿嘿嘿，穿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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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DJ 哦，那他们多多少少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他为你播过一首情歌，或者是呢接过你的来信问你这个解惑，或者是呢其实你这个在他的时段呢，你一定要他的导引，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边呢有车祸啊，那边呢现在是车多哦，不要去等等。所以今天能够请到他们，你知道哇这个资历都不得了，都几乎是超过20年的 DJ。 欢迎我们所有的之前，对，我觉得我有点在凑人数。11年，对，你做11年，对，但没有。但如果你时数加起来，你可能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有，我就只能这样自我安慰。对 ，Ruby 是飞碟的镇台之宝，就是主要是我们会安排一两个 DJ 离电台住的近一点，就是起来转后走走。Ruby 现在打过来说，好，嘴巴咬面包就来了，不是没有发觉。所以他带过你带过谁的班？我带过，就是除了娇娇的、娇娇的、你的光宇哥的我没有，嗯，其他的应该都有吧，类似。所以时数算起来你也 OK， 虽然他年资只有11年。那另外非常红的是我们的阿国，欢迎他。好厉害哟、哦！有吗？有。我觉得你知道吗？你最难就是你知道，因为同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主题，对，我们就在这个气氛里。他不是他又要访问歌手哈，啊这首歌呢，我有次上节目说，哦我们来听离开我哈，啊离开我播完以后啊，就发生了车祸，我说现在怎样？现在我的状态不是吧？是不是很辛苦？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一定要这样子，歌曲与这个路况要稍微结合一下。嗯。哎，大家听到这样顺啊，你知道吗？对，那么给给，你知道吗？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阿国他有很他自己很亲切的风格。我一开始要邀请大家先这个自评一下，觉得自己是什么系的 DJ。首先第一位，我觉得他是浪漫系。哦，是，我最喜欢模仿是那个热情分享系的。哦，呀，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人里面最多的东西就是热情。嗯，我觉得做了几十年的广播哈，可以每天有那个热情，每次打开那个麦克风都好像跟那个爱人第一次见面的感觉，下班女王，对，真的还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做广播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嗯，对，就是分享。你们有听过吗？有，他就会是同事啊，对，他就会以前类似，比如说有人来诉苦啊，说他怎样怎样，他说 ，baby， 错的不是你，你很好，你根本没有错，你值得，你值得，你值得。每个男人都一个女人来爱，而且他其实还有很多跟你搭配的来宾，其实会讲到男女两性啊，各层面的问题。第一位我们要来直击的就是在广播界号称深情女王的朱卫英，到底她在广播室是什么样子呢？节目开始之前，总是会不断反复熟记顺稿，要与听众分享的内容。到底在录音室的他，如何将真性情转换成温暖人心的节目《下班女王》呢？时间到了7:09分46秒。
哦。不晓得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个 angel 呢？有 angel 可能没 baby， 有 baby 可能没有 angel， 可能 angel 也没有 baby 也没有，但是你有我啊。哎呀，你可能说拜托，你这么远，而且你只有声音，但是总好过没有啊。除了两性间最真诚的谈话外，他还最喜欢跟着歌曲的情绪与观众一起分享。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没你存在。大家对朱卫英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呢？让我们回现场继续看下去吧。全赵婷呢？哎，其实我这个戏哈是我自己自创，叫做拼盘戏，是百汇呢，对，百汇的。而且因为我们节目里头呢，除了自己要介绍一些好听的音乐之外，最重要呢是有一些工商服务、客户的服务，所以我们要有点像阿国一样，要把这些东西要融入在里头。哦。第二位我们要来直击的就是自称拼盘戏主播的赵婷，到底他节目的内容会有多丰富呢？每周六只要转到中广的周末生活通，赵婷亲切又专业的声音一定让你难以忘怀。总是提供不同资讯主题的赵婷，无论是哪一种专业性的话题，可都难不倒她哦。让我们来看看吧。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婷，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赵婷。马上进行的就是音乐好好听，刚才你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王杰、张雨生、姚可杰所带来的永远不回头，就是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啊。如果说呢对于这首歌有兴趣而且有印象的朋友的话，哎，恭喜你，可能你跟我一样是同样年纪哦。在台北市的劳工局这边呢也表示说呢，今年会增加2000万的预算在协助失业的劳工上面。欢迎回到周末生活通，我是赵婷。今天呢这个很开心啊，邀请到一位美女到节目当中来，而且呢我觉得呢真的从她身上看不出来她生了两个小孩。那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到他们的电台常常有时候去配广告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看到她排队的等电梯上剧上节目，那时候又不认识也不好意思打招呼哈。很高兴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哎这本书的作者 Ruby， 你是属于瓜造戏，知什么？知心，知什么心？心善色的心，余心味的心，知性的。因为我其实超吵的，不行，应该叫活力，活力戏。因为我可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知性的跟大家分享心情，但是也可以很知性的跟人家聊。就是你知道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所以是知性的。他自己很可爱的，就是说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很懂，我这样告诉你就对了哈。可是 Ruby 就是讲完说，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好像也不是靠这个，是吗？就是他自己还是自我怀疑耶，你说对，然后如果旁边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声音，我就觉得哎也对耶，然后就变成墙头草系列，然后到最后我就说，其实啊，我知道每个节目都应该要最后有一个结论，是，但因为我本人不会下结论，所以就算了，我们就进广告。出了一本书《两性不专家》，觉得自己不是专家这样哦。对。不过其实你还有一个很吵又知名的单元，就是学英文。对。观众朋友没听过会觉得 OK， 它就是一个英文教学，它不是。你一定要来一段，你还当老师，我还当学生。哦，因为学生不能跟我对话。对，好，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来马上进行今天的录音版。如果你要学一首歌，就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预备起。Just the way you are， very good。 好，现在那个请那个黑妈妈来讲一下 Just the way you are， 一定要这样吗？比如说语调啊或尾音，他就会叫夸张的叫学生演，所以到最后都没有工作人员要进去，所以这单元现在停止。没有，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要唱歌，我比较喜欢唱歌那种。对，就是我教完一整段之后就要唱歌，然后我们已经有人毕业啦。就他被你逼走的吧。对，他们我真的觉得他们英文有进步很多，所以我个人觉得跟我学英文真的是很有用的，只要不要火化就好了。 OK。三位我们要来直击的就是疯狂 DJ Ruby， 到底言辞犀利的他又是如何跟观众互动的呢？大家都还在吧？那么下午3点继续有意思吧。是。
下午3:09，继续来到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Ruby。首先，我们要来飞碟随堂考。激动女王 Ruby 平常在录音室就跟她的个性一样，大辣辣又随性，爱搞怪又爱捉弄听众的她，最喜欢的就是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用最平易近人的对话来与听众分享心情。据说她的听众们就是最喜欢 Ruby 骂他们，越骂可是越开心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直击现场，听听这段 call in 对话吧。林特，情人节快乐哦！请问你有情人吗？有啊。OK， 好，那我们就先就也不用真的再聊下去了。好啦，那你要聊什么？我问一个情人节快乐，因为这是我跟他的第一个情人节。你跟他的第一个情人节，他现在在你旁边吗？他在上班。他在上班，那你有要讲他的名字或什么的吗？不要好了。几位？这你确定？你确定他会知道是你点给他的？那他也听不到。哦，所以你就是点来自己爽吗？嗯。OK，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快一个月了。哦，那真的耶哈。虽然 Ruby 喜欢这样恶整听众，他的魅力可是牢牢抓住许多学生和各年龄层的听众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开来。刚刚什么意思？是谁？是的，就是我连到最近啊，我想说已经做了20年吧，然后人也老了，想说应该不会有人再对我那个性幻想。可是还是有女听众到电台来读我，真的，而且是最近的事，就是我一出那个录音间呢，然后呢，他就说。郑哥来，然后就赶快逃到厕所这样子。后来想一想，他就追到厕所来了。我想不对，那我就赶快逃回来，逃到人多的地方。然后叫那个警卫啊，或者是那个柜台这样子说，这个人有神经病。然后呢，我就赶快躲到录音室里面。他不漂亮吧？不是，但是郑爱，因为就是说，我知道有些 DJ 他开麦之后，他的声音会跟他平常讲话不一样。你有刻意压低吗？我也没有啊，没有哎，就很自然。还是你会情挑观众，就是说哦，你会不会觉得比较未来一点？也没有啊，他们就是我不晓得哎，然后就是有女生寄那个小凤仙装吧，是不是？哇，寄点给你，请你穿吗？冬天装来不晓得什么意思，是有穿过的味道吗？也没有闻，我不敢闻。对，哇塞，还有穿到我家里面来帮我叠衣服的，哇，哇哦，你这完全是刘德华的待遇啊！你是广播界的刘德华哎。就我也不是我哦，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我住哪边，因为我家曾经买在林肯大剧，然后就是林肯大剧出事的时候，然后新闻有报，你确定是人进去吧？你衣服吗？是，因为我回家说他还在我家里面呢。对，他好像就是跟警卫说是我的朋友跟我约好什么，所以他就进到我们那个社区，然后进到社区之后，他可能打电话叫锁匠来开门。哦，对，所以他是穿全身白色，然后头发很长。所以你看，大家对声音会有无限的想象。第四位我们要来直击的就是 DJ 郑开来，让我们来揭开他令女听众们神魂颠倒的秘密吧。周杰伦的3:28，这里是 iRadio FM96中广音乐网，我是郑开来。每天除了准备许多的音乐外，郑开来也会利用空档时间，利用网络来搜寻各种最新的音乐资讯，生怕自己没有办法给听众新鲜感。这一点郑开来可是一点都不马虎的哦。现在就让我们来直击他工作的现场吧。Hall of Fame 来自就是继这个 YouTube 还有呢小红莓之后，来自爱尔兰的乐团叫做首创乐团 Script， 他们的新歌 Hall of Fame 跟这个黑眼豆豆的 Will I Am 一起合作。今天是星期五，聆听 All the Time 就是爱听歌。除此之外，听众每天在网络上的留言也是身为一个音乐 DJ 一定要接受的重要讯息，让听众点最想听的歌可是很重要的哦。DJ 郑开宣布从今以后不再主演佛系而写的歌曲，好想看他脸出什么骂，结果他都没有回应，谢而写都没有回应。在跟猪学对，我们
王牌小咖，他不屑回应，哎，怎么办？哎呀，郑开来大哥啊，看到你的留言，我都要为你捏把冷汗了。我看我们还是喘口气，继续回到现场来听听你的 call in 故事好了。阿伯，你有被人家追？是追债的追吗？怎么我看起来不是追的样子？一直都有吗？看到人就比较不敢了啦。也不是啊，看到人就觉得哦，好亲和哦。你是属于哪一系？我看啊，我是乡土系的。你绝对要怂，俺怪怂了，来，我们也教英文呐、啊，我们也是 international 的啊，对不对？我们教计程车司机讲英文，但是我们不能用你们那种方式教，我们一定要怎么讲？比方说，今天要教的是 enjoy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欢喜。记咧，介简单，哎呦，哎，你舅舅跟阿姨做伙去佚佗都蛮欢喜，对吧 ？Enjoy， 阿叻，你看，就给他学起来啦。这个我也有哎，就是有时候我播到那个 George Michael 的歌，我会稍微用乡土一点，就说，哎，这九级麦考哎歌啦，九级麦考哎，无心的呢喃。对，但是他因为他服务的大部分就是通行啊，然后问讲司机组啊，对，驾驶人，所以其实真的要国台双声。第五位我们要来直击的就是 DJ 阿国，广播经验20年之久的他又是怎么样的 DJ 呢？来看看吧。现在来到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阿国在广播间里会呈现什么样的风格呢？本来时间的播时四点空四分十一秒，欢迎你收听的播时四点到七点阿哥的时间，有上东市在现场跟你到凌晨3点过的时间了哈。来，过去那个朋友提醒一下呢，今麦朋友在讲这个北上国道1号啊，88.3公里啊，虎口出口前啊有除草工程在进行，它这个树叶是会弹到车道呢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也请施工人员也帮忙小心一下哦。啊，另外有一个事故的地点呢，在板桥地区啊，朋友在讲说中山路二段跟观光街口两部车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哦，朋友经过一定要注意。好，0800001123的电话，有路况报警管，打电话安全部违规呢。警管你好。喂，你好，哎，贵姓？反映一个那个路段，我姓何哈。何先生，我要反映一个那个新北市五股区四维路。五股区四维路啊。喂，你好，贵姓？阿伯对了哈。你贵姓？阿伯对了。了解，你好，请讲。阿伯每天都会为许多问讲朋友与开车的民众提供最新的即时路况，当然也会听到许多听众在路上遇到的突发事件，可真是个服务大众的良心事业。阿伯可称得上是开车族最佳的好朋友呢。你听他用平易近人又诙谐的口吻抱着路况，是不是也可以让开车烦躁的心更加放松愉悦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现场，听听 DJ 们聊聊更多有趣的事情吧。说真的，因为今天做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呢，我也想了解现在广播 DJ 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都做过 live 嘛，对不对？那我自己本身上了好几次报纸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不公平，说难道只有我会被激怒吗？事实上有跟观众听众发生过一点点不愉快，或跟来宾有不愉快的情绪拍哦。很多几乎都有啊 ，Ruby 没有，我就算有我也失忆了。我说实在的，我其实我很仔细在想，但是我也有上过新闻啊。嗯，因为我就有被那个就是陈辉文他骂过。哦，对对，认识对他骂。但是他我会上新闻，那时候骂你什么？我已经他其实不是真的在骂，他只是在讲说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讲天气，就是气象那时候有一个台风，然后讲的不是非常的清楚，他就说我们这样子会误导人家，然后就后来我的粉丝就上去攻击他，嗯，然后就后来就变得好像很严重，然后就上了新闻，然后他就没想到你还有粉丝。超多粉丝还办演唱会，没有想到 Rosita， 你有跟谁不愉快吗？其实我是来宾，哦，就是那个来宾，其实来讲的是一部爱情的书。那个来宾是个急行长了，对不对？然后介绍是爱情的书，他爸妈买用钱帮他买的公司，对。然后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来讲那个是爱情上瘾的问题。那我当然很喜欢听爱情究竟怎么上瘾法呢？对。但是问题是他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就来讲爱情上瘾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讲的不太对。后来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托，可不可以讲一点这个稍微重点一点？因为我们想了解上瘾是怎样上瘾法。”然后后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出去的意思说：“我觉得他讲的不好。”他就把那本书啪这样子丢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你以为他是谁呀？真的，真的，真的。那
结果听说你也有回两句话。没有，我没有回，他只是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主持人。后来我们就掉袋子来听。那事实上大家都觉得不是我没有理由，我只是非常有理由告诉他，引导他，只是因为他年纪轻轻，拥有很多，所以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讲他一句不是。Life 我觉得最难掌控，有时候很难讲。但郑开来你有跟歌手。你跟歌手冲突？对，第一次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然后他帮很多天王天后，林忆莲啊、刘德华，搞不好也帮你写过歌哎。哦，创作型歌手，三个字，男生，然后长得还蛮帅的，对。然后呢，就是访问嘛，然后就说，我啊是，他就说我是那个古典乐那个底子很深厚这样子。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就接一句说，是吗？我听不出来。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含义。这是多重要？这句话没有任何含义。这句话就是主持人说，yes， 你知道，就是这个，它只是一个逗点而已。但是后来他回去就打电话来我们电台说，哎，刚刚那段访问可不可以不要播出？这样子是愠怒的啦。但是后来我还有一次是主持到我自己的节目就丢了这样子，也是得罪歌手。你是创作型歌手，你刚才把名单给我们，我们也很怕不小心讲到我们。谁啊？你会有白板吗？对，白板谁啊？对，我们想知道。所以我今天要跟就是那位创作型歌手跟你说。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都做了20几年，所以大概经历过的时代是不太一样的。但阿国，你这么有亲和力，你会跟人家吵架哦？我不是跟他玩 gay， 我那时候还惹到外交部哎。哇哦！没有，就是因为我刚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他唱警广的风格哦，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都是正经八百的，讲话非常字正腔圆，像我现在这种主持风格哈，几乎在那个年代里面是不太可能上去。为什么不进去？对啊，你们都怀疑吗？你们连你们都怀疑吗？你捆得紧，我来逗他，我来开始逗他。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之前是跑新闻，他知道我买起这新闻，你是跑新闻的，开玩笑，我是记者，社会农业呢？对对对，没错啊。好炸啊！出入境内容。后来我到警广做节目的时候，因为上级长官希望我来做节目，然后我就想，警广这么多问讲书记对不对？为什么不能用亲近他们的语言来做节目呢？所以我记得 Kitty 了，我就开始唠台语，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会讲那个台湾国语啊。但是刚开始很多习惯警广旧模式的听众没办法接受，对，他们觉得警广那我就看朱奇景，哦，你们变成地下电台了，是不是？啊，就有一个，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但是之前在外交部做蛮高官的一个退休的人员，还写信，给我们的总台长，说这样的人，他写得很含蓄了，但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好像不太适合在警广的频道里面出现了，对，然后我就被交长官约谈了好几次。是，所以这写信还好，没有 Life 直接跟你对呛。不会啦，我觉得听众也可能谅解我们一下，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谁会扣进来。对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开放扣印的时候谈邓丽君话题，结果呢有一个听众刚开始都聊得很好，但后来呢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就开始骂邓丽君没身材啦、没歌艺啦，对不对？那奇怪的，这样的人为什么大家那么欢迎？可他自己收集很多邓丽君的那个唱片，我说那你为什么收集他那么多唱片？没有，他又有升值的空间啦。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他的话语已经不太适合出现在广播频道，我就我婉转的把他 close 掉，不行了，完蛋了，他发火了。以后每次我只要一 call in， 他用第一个来电，一进现场，因为我们没有助理人员啦，都直接就上线了，是，一进来就叉叉叉就是三字经，两三次以后我就知道他一定会第一个，所以后来我都会先过滤。是，这个事情他给我闹了大概快半年的时间。哇塞！然后接下来还没完了，我不接他，我不让他上线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写信，然后发符咒，你知道吗？我们在对联，我满不在，就是给我画一个坟墓，上面写个红宫什么什么，对我的名字了。哎呦！然后还寄了一坨干的大便过来。哇塞！是他自己大的吗？出来，反正一坨变的，你知道吗？是真的变哦，好恐怖！它不是那种假的，那个一圈圈的那个，有用风线装包起来。所以要问所有的 DJ 哦，你在 call in 的时候，你最怕哪一种听众？我自己最怕的呢，就是会问我说：“你记得我吗？”然后我这时候就一直流汗，就算了，我的脑袋里的画面出现了一个人的脸，叫光宇，光宇都记得。光宇只要听到前面 Hello， 他就说你是小美对不对？对呀、啊。听到节目
准，你想怎么可能啊？太可怕！他什么只要前面讲带两个字到五个字，他就知道你是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辨识系统。像我就是没有记性的人，我只会记得那个情境，我永远都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对，所以我们叫亲爱的。是哦。你看，罗西达，你最怕碰到的是，当然就是偏激的，偏激的人真的很恐怖。就算你讲什么都不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等一下，我们是不是都有点偏激啊？偏激，我觉得我们是自恋。哦，我觉得做广播的人在某程度上一定自恋自己，才可以做 DJ 的。但罗西达他自己也很坦白的说，其实有一阵子你自己属于人生低潮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针对你口音吗？应该说人变得很刻薄。我朋友告诉我说，说中了离婚了，也不一定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对你不好，但是可能就很怕别人的眼光吧，所以你很自然自己就变得很偏激。比如说有人进来讲他婚姻不幸福，你也不高兴。对，不是不高兴，其实我觉得他好像最好不要听这些东西，他说他不可以触碰到我的地雷就对了。那如果他说他新婚很幸福呢？这当然不可以说。钻石戒指，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老公多疼我，你看今天又是我什么五卡拉的，我就会很想真的很想扁他，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我说真的，你怎么可以想？他写的，我知道写的偏激狂，可是我发现 Rosie 他自己也超偏激，怎么可以在一个不信任面前讲你老公说你五卡拉呢？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就是你的人很白目了。所以。你自己有没有避开一些比如说爱情的话题？其实我没有避开，但是终于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这么偏激，你这么的mean，你这么的刻薄，你就没有资格做主持人了，那你就乖乖休息一下。那我就觉得我慢慢醒来，我就觉得其实是因为没有自信了嘛。那个时候罗西达是最怕偏激，那赵婷你是最怕？其实有两个啦，勒索。对，勒索是因为我曾经发生一个就是我的车子不见了，他偷运进来，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好毛哦，因为你车子不见了，然后你可能还不知道谁拿的，对不对？可是那个人知道是你，而且在你家门口不见了，他扣印进来，所以你车上可能有你的，可能有一些用品，对，他就判断出来。那他扣印进来呢，而且是上线的。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方法，就是说，哦，我们先听歌，然后直接叫他打另外一只手机，这样子很可怕。他说他是一个修车厂，然后他说我的车在他那边在保养，你忘记了吗？好恐怖！你记得要来拿哟，保养费也记得要付哦。明明是被偷走的，明明是被，所以我觉得很恐怖，好恐怖！你这好像惊悚片哦。对，我是很怕遇到那种就是不讲重点，跟口齿不清的，不讲重点的那种，像比如说，好，假设桃子姐今天开始一个话题是讲说，哦，为什么男生喜欢搞暧昧？然后这个男生他打进来，然后假设你来开始，我是 DJ 吗？对，哎，你好，你是？哎，喂喂，嘿 ，Ruby 吗？哎，对，我是 Ruby。哎，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你，哎，谢谢。好，那哎，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全部的人都在听你的节目哦。哦，是在上班是吗？对啊，那个哎，欢迎大家，哎，我打进来了，谢谢。那刚好那么多女生，我们可以聊一下为什么男生喜欢搞暧昧吗？对，哎，所以我哎，你是不是前几天有上那个什么节目啊？那个桃子姐那个节目，对不对？对。我跟你讲，那很漂亮哎。哇塞，你就是这样，然后就不讲，对，然后都不讲，然后我这个人就会觉得，因为他一直在称赞你或什么，你就不好意思把他挂掉或什么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也曾经遇过那种。青少年想要演有一堆心事，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事情讲得非常的坎坷，但是口齿又不清，所以你又不好意思跟他就是戳破他。比如有一个男生讲说，对啊，你知道我其实我最近我有在想说，我干嘛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哎呦，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就觉得你应该讲出来的就是要引导他，然后他就说。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人可以讲啊，那我就说，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讲啊，然后他就说，可是就是我觉得，哎，反正就这样嘛，然后也不讲哦，就觉得 DJ 已经在录音室站白眼说是要讲，然后我就整个我就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门打开了，你就进来吧。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的听众吧，还是打给光宇哥好了。现在正开来哦，对，妄想型啦，我有去你家帮你折过内裤，所以他真的做过啊，然后我还被告过啊，对，我跟秦梦仲还记得吗？我记得啊，对，秦梦圆，对啊，对啊，就是有一个被告。就是有个女听众啊，就是她半夜打来，然后她都只发出喘息声，然后
然后不说话，然后那种人就跟赵婷讲，就是在助理在过滤的时候都很正常这样子，但他一上线他就变出来了。挂电话，然后我骂助理，就三字经飙出来，就说你是怎么过滤的？他说没有过滤的时候都很正常，然后就说我跟秦梦仲呢，在他家楼上呢租了一间房间，然后每天呢用椅子在他的天花板上面这样敲敲敲，搞得他都睡不着。哦，然后他就告到法院，我还接到传票，然后我还去法院呐、啊，然后我就跟法官讲说那是妄想症，然后还有人就是用我的名义冒开粉丝团了。哦，对，然后他就留一些那种怪怪的文字，然后你还留着 Facebook， 我手机上都还有。他就说我跟什么吴恩伦每天都用卫星在监控他的，就是这种文字，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用那个卫星来监控我的大脑这样子？对，对啊，你会跳太阳粒子舞吧？来一段。哇，你们真的好劲爆！阿国碰过，最怕碰到的是，我怕碰到这种自嗨型。自嗨型，自嗨型有两种，有一种是一打进来就很热情的，我终于打进来了，我的卡里怎么卡就不稳哈，这个还好，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安抚他的情绪。对，有一种是很沉稳型的自嗨型。嗯，那个时候不是在警管，在还没到警管之前，在有台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主持是凌晨的节目，就是大概四点到六点两个小时。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开放现场，那谈正好是情人节快到，情人节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呢，就有个女孩子打电话进来，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像她那样子，有点嗯嗯啊啊的，大春好，哎，你好，我打电话进来只是想跟你说，我就说小姐，你是刚睡醒还是没睡饱？身体不舒服？对，还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吗？我在想说他是不是便秘嗑药？他就讲说，他就支支吾吾的说没有啦，其实我现在是脱光光在跟你说话。哇，帅呀 ！Life，Life，Life。那个时候我对面有暴恐，大家眼睛亮。那我就跟他讲说，礼貌上呢，我应该比照办理，跟你一样的这个待遇。但是没办法，你那边一个人，我这边有好几双眼睛看着我。是。对，然后我说，那你要小心，不要着凉了。就这样。对，我这里不是0204。然后就把它挂了。哎，然后就把它简短的结束，因为我怕他后面不晓得会讲什么话出来。是。一个不能被人激怒的人，所以只要一有人跟我讲说，哦，你一定做不到，你不敢，那我就会真的要证明给大家看。所以我唯一有做过的就是有一次那个我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一个就是我的粉丝团，就那个什么 Facebook 粉丝团，然后因为就我一觉得过了一个礼拜了，就才几千人，看起来很糗，于是我在节目上面讲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很糗，所以如果在比如说两天之内就破万的话，我就会穿 bikini 主持。哦，对，然后就后来，但你有用就是同步在网上这样子？对，我就当天讲完之后，后来就马上就爆冲，然后就隔天马上就变成10000多这样。然后就后来我到电台的时候，那个就我的那个主管啊，就很得意，因为是他在节目上讲说，好啊，你要冲的话呢，你就干脆你就说你要穿 bikini， 他就说怎么样啊？你现在要了吗？你要穿 bikini 吗？嘿嘿，你做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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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隔天我就还预告说，好，我跟你讲，虽然是广播你们看不到，但是我绝对全程拍下来，然后上传给大家看。真的，就后来我就真的就因为那时候是11月嘛，然后我就里面就穿一个那个粉红色 bikini， 然后就外面披个大披风，然后感觉就很像那种变态，你知道吗？就到电台的时候，我就说啊，准备好了吗？然后就你知道电台里面，其实飞碟电台里面同事，大家可能被关在里面关太久，他们其实都是变态，你知道每个人围在那边，大家都很开心哦。然后就说好，准备好了吗？我就啊。然后就整个就是把那个就全程这样子，就是穿着 bikini。重点是我在讲的时候，就后来那个有一个新闻台就记者就冲过来，对，因为他们就来拍，对他们不相信我真的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也在监听，是，然后他们就真的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然后这件事情变成说我是什么全台湾的什么第一个穿 bikini 主持的。不过其实我觉得在广播里面有时候会，你们会不会主持到一半会越来越热血？其实有时候我们做节目哈，如果你因为听众听了你的节目哦，哎。也许救了一个人了，或者成就一段姻缘的时候，你觉得做这个节目好有意义。我们现在就来写，就是说让你觉得很有意义的，或是你有很特别的听众。这两句怎么可能？真的？我们先来看朱慧英的。好，怎么可能？在高雄有一个夜市，不杀老公，不再自杀。对，这什么意思？她本来就是因为她发觉她老公劈腿，然后她打算呢就是要用。
打算那天就用刀来劈，就是真的去杀她老公。所以她要劈她老公之前，先打给你了。对，其实也是因为也看书，也一直在听广播。哦、okay. 后来她就决定，就是说，原来一个人老公劈腿之后，她可以做有两种方式、三种方式来过日子。因为以前她会觉得她自己就是受害者，她一定要杀他才可以泄愤。哦，那个累积下来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正到她杀的那一天，也许我刚好那一天在广播里面就讲了一些什么话，所以她认为我还是不要杀他好了，我还是爱自己多一点好了。所以她都那天我刚好去了那边演讲，然后她就把我拉过来就说：“你救了我一命，如果不是可能，现在我已经在监牢里面。”哦，天哪！然后不再自杀也是同一个人？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新竹的最近才发生的好朋友。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有严重的忧郁症，他要跳下来，然后他吃药，是他可能就已经要死。后来就是因为后来也是看了书，听了我的广播之后，他认为他就重新有了信仰，是，而且也学会爱自己这件事情，所以也不去死，现在过得很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哇，这个是功德无量哎，这真的功德无量。所以其实我觉得姐姐这样子去劝他们。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广播里面有时候可以散播的那个气氛是很有感染力的，是尽量找正面能量来做，对不对？赵婷，我最印象还蛮深刻，就一个金门的通讯兵，他就是在金门当兵，然后他女朋友这当兵都知道嘛，在台湾哦，那很担心女朋友，那他正好是通讯兵，所以他会每天打电话跟他女朋友，他女朋友觉得很烦，就想跟他分手，所以呢，他就打电话来哭诉，他就每天都打电话来，就是希望我可以跟他女朋友解释，那我们一开始呢，知道他女朋友电话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安现场之前先跟他女朋友沟通，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感情并没有很没有变，只是他觉得他很烦，是，然后当兵就没事，后来我们就利用三方通话，他就偷偷说啊，我现在可以讲话了，好，我现在，然后就跟他三方通话，然后中间误会就冰释了。那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后来这个退伍之后，还有写一封信给我，因为他们后来结婚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很好，因为那只是一个误会而已。对，而且有时候两个人的事真的要一个中间来瞧一下，合适了，对不对？哦，去解释一下两个人的动机，都是出于爱嘛，没有关系哦。这个好温暖哦 ，Ruby， 你有那么温暖吗？其实我有啦，只是我也是。对啊，就是有人在监狱里面听我的节目，然后他有写了一封我印象当中还蛮深刻的，因为他写的内容是在讲说，Ruby， 我从来不会就是写信给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做这种就是有点复古的写信给 DJ 的信。但是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你说，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平常散发的一些欢乐是有多大的影响。他就说，你知道他其实他有讲说他是被判至少十几年的那一种。他说他原本一直都是过着很消极的，他每天只能被关在那边。可是他每一次听我的节目，他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就算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他也会觉得跟着一起笑。他就说默默的慢慢的我在感染他，然后他就觉得他只是想要告诉我说，我这个样子做其实是有帮助到很多人，是无形的。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接下来会或更好或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哦，你这样子我会觉得就是很感动啊，更好好做节目下去的动力。广播的力量其实比电视又更能渗透到每一个不同的角落，对不对？哦，那郑克莱先生，你是帮小三改邪归正。那你用小三专线是？那个刚好聊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小三这个词，然后我是接到点歌嘛，他说你好，我想点一下唐娜的奢求，你知道就是女人花很红的那一阵子，唐娜那种超多国语歌都是用那种，对，就是情妇啊，我想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名字叫情妇这样子，对，然后就说哎，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他说因为啊，我跟一个男生呢，在一个这个朋友的聚会里面认识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交往了，但是我发现我是情妇。我说你怎么发现的？他说，因为我的户头从20万变成了1000万，在一个月之内。哇塞！我说哈，你确定吗？他说对。然后后来又从1000万变成3000万。好好哦。对啊，所以你跟他说。没有，我就跟他说，情妇总是还是你知道第三者嘛，破坏人家的感情这样子。对，我就说，而且你是你知道就是。那么多的国语歌，最后情妇的在描述情妇的心情都很惨很苦这样子，就说最好你还是要慢慢的这样抽身，对。然后他说那钱怎么办？我就可能慢慢还给他或干嘛这样子，对。是哦，
可是你确定他挂了以后有那个吗？还是他一边勾那个男人腿，然后那个他干了，而且钱要汇给我才能，汇个一千万给我。阿狗啊，第二户。哇，你有求婚以及救人一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在我在悬崖上求婚吗？还是你不答应我跳下去？在电台里面常常帮人家播情歌是常常会有的事情，对对对，对不对？但这有一个求婚的这个经验呢，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他哈哇就用心了，你知道吗？他要求婚之前，先带他女朋友到他们曾经去玩过的地方，因为他先写信给我嘛，说他那一天哈，他带他女朋友他玩一个礼拜哦，先去环岛玩一个礼拜，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就算准了我那个时候节目时间，他们会在车上，他说希望我那天帮他念一封他的情书，他写的情书，但是他说希望我用我的方式去诠释他的情书，因为他说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然后一定要怂够无赖的对，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的方式帮他念那一封情书，然后说阿金啊，你是阿金啊，要认真，今仔日我要跟你讲一句话，藏在你心肝底足久，我拢唔敢跟你讲。那就是我爱你。然后呢，今天要跟你求婚，我提起了万分的勇气。你若无答应，你再我试看卖啊。我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去跟他诠释啊。就后来他们有回应给你说。有。后来他就隔了两天之后，我开放口音的时候，他打电话进来，他说：“阿哥，多谢你，吼，你尖叫就是我的开口，你知无？”对对对，好可爱哦！他说：“我说啊，到底是有答应啊不？”他说：“哇哦，一这样都答应啊！”哇！但是我还跟他讲说：“啊，你那是有结婚哦，爱寄红贴包给我哈。”哎呀，到今嘛我还没收到呢。但是没有结婚成功，是，所以这个是我们 DJ 还是会挂念你们的人生，是救人一命是真的，救人一命其实这个是我们电台另外一个同事的经验，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听到他那个口音啊，他就是有一个老公啊，因为他有糖尿病，他突然间发作，他在去三峡开车的路上，他就打电话给他老婆，可能血糖太低，快昏倒。啊，打给他老婆啊，讲话讲到一半，还没讲他人在哪里，电话就没声音。哎呦，啊，他老婆当然很急啊，他就赶快打电话到我们进我们电台的call in现场了。你说是他老公自己开车去？对，他老公自己开车。那老婆不在老公身边？不在，在家里。哦。然后他老婆在家里面接到他老公的电话，就很急啊，怎么办？人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然后打电话进我们现场，然后跟那个主持人请他帮我们广播，请大家帮忙看看他的车牌号码啦、车型啦、颜色啦，是，到底有没有看到这部车在哪里啊？赶快救救他啊！那他一听到这个 call in， 哇，我们全电台动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救人就是电台的这个金广的职责之一啊，大家就全部动起来，哇，赶快找啊！三峡那边有什么警察局分局啊？就后来，哎，又有一通电话进来，是一个问讲，一个开货车的问讲，哇，快点，哇，快点，哇，一下你身边收在，我已经打给110了，哇，就打给警察，然后警察就过去，还好有救到，然后那个太太后来就打电话一直在进来谢谢说啊，感谢你给我们安一条生命啊，多谢多谢，哇，对，你就觉得哇，这个工作好。对呀，真的，阿果，我会发现你们真的还可以帮忙抓奸呢。刚刚看到什么车号的，刚刚进去 motel 的，所以其实哇，每一个人的功能都不太一样哎，其实都很辛苦啦。因为包括像我刚刚讲，除了例行公事，比如说一定要访问歌手啊、作家等等哦，那要做功课之外，再来就是我们要面对根本不知道他call进来是谁，是什么心情，或是我们也很怕讲错话，老实说。然后呢，又逢年过节又要准备什么谜语啦，哈，准备什么礼物啦，什么都有。我有一次超痛苦的经验是，光宇他过好像是那时候是元宵节，他一定会猜灯谜，就那时候我们。是走北二高回来，每次呢进隧道前他就讲完题目，然后很多人都进来讲，然后说答案不是，其实答案是就结束了，每一题都这样，快说快完，都睡着，你知道吗？然后就好几题没听到答案，所以请 DJ 还是要记得缓步的播放你的答案，缓步的告诉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还有你访问的是谁，有时候都不想告诉别人，一直猜对是谁啊，对。这个都是其实我们你知道专业 DJ 都有注意到的细节，希望大家继续再多主持个20-30年，谢谢你们，谢谢。